欢迎来到新的与 Eric 的咖啡闲聊时间。这个 podcast 形式的节目里面，我会聊一些关于艺术和生活的一些小心路历程。我知道我很久没有更新这部分了，今年年初我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如果你有在关注我的话，你可能知道是什么。那我也非常的乐在其中，但是真的很忙。那今年夏天我也有一个很棒的日本和台湾之旅，我已经两年没有越洋出国旅行了，所以今年目前都过得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没有时间做咖啡闲聊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没有想要分享的东西，那相反的，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想要分享，只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分享，而且老实说，我也不觉得他们都值得分享，也不认为大家什么都想听。所以今年的咖啡闲聊的这个部分就比较不是放在优先的次序，不过呢，我想该是做一个新的一期的时候了，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念我的声音啊。那今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多到让人有点窒息的感觉，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很好的事情。不过基于我的频道是比较分享艺术和生活，我就不碰这些世界大事了。今天想要和大家聊的是今年在艺术界里面比较大的一个话题，那就是 AI 生成的艺术。我最近才开始思考 AI 艺术的趋势，那我想身为一名在电子游戏产业工作的数位艺术家兼传统水彩画家，我或许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那如果你对人工智能艺术没有什么了解的话，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对数位美术的领域是个比较大的消息，因为这个和数位科技的关系比较紧密一点。那我在这里简略的介绍一下，基本上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先进了，你可以通过使用一些关键词来让 AI 自动寻找资料并且生成图像。那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哦，这一幅看似沙金特风格的人物肖像油画就完全是 AI 生成出来的，完全没有人动手画。那我所做的只是输入这一句 Anna de Armas Oil Portrait by John Singer Sargent。 我很喜欢 Anna de Armas 这位女演员，所以我就让 AI 看看能不能参考沙金特的油画风格来画出她的肖像。那 AI 会先生成一些比较低解析度的图，让你有一个大致的外观参考，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图你比较喜欢的，然后让 AI 往那个方向再生成四张图，或者是如果你已经有一张喜欢的，你可以要求 AI 把其中一张图放大，增加一些细节，增加它的完成度，那你只需要点击几个按钮就可以在几分钟内验收成果。如果你是在看视频的话，你现在就会看到这个的成果，成品非常的好。 AI 能够知道我在说哪一位女演员，她了解油画的质感、脸部的结构、比例和光影，更重要的是她还能够根据我提到的艺术家生成类似风格的画作。其实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版本哦，只是他的手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再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修改一下，你就会有一幅漂亮的画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哦，任何一位有不错艺术品味和审美的人，只要懂得运用一些关键词，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得到一张几乎不需要修饰自己动手画的优秀画作。那其实今年也的确有一个人用了这个方法赢得了一个艺术展的第一名，在美国。好，我知道你可能已经有一些很强烈的想法了，我自己也把 AI 生成的作品给我的太太看，那她和许多人一样对这个技术的先进程度又惊艳又害怕。 AI 这么厉害，效率这么高，再过几年艺术家还要不要活啊？那对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那个艺术展的主办单位应该让使用 AI 的艺术家得奖，因为如果艺术展允许使用 AI 的话，那应该是要有一个单独的类别。但是话说如此，有些人认为 AI 不过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就像使用照片参考、贴拼艺术，然后甚至是 Photoshop 或是用 3D 没有太大的区别。
推特上有一名 Omnimorpho 的人看到了这个另外一个艺术家用了 AI 的艺术得到了第一名之后，他就写到说 We are watching the death of artistry unfold right before our eyes. If creative jobs aren't saved from machines, then even high-skilled jobs are in danger of becoming obsolete. What will we have then?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正在目睹艺术的灭亡哦。如果创意工作都不能避免被机器取代，那么即使是高难度技能的工作也有可能会被淘汰。那如果真的这样子发生了，到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那我在这里先打住一下。我们在这里与其陷入 AI 是否对艺术界和社会有益，是否应该被允许出现在画展中，是否会取代艺术家的工作等等等等的这种无底洞辩论，我们先退一步思考，这整个话题的论点是基于成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看结果，如果我们完全不在乎画作是否是好是坏，都不在这些讨论范围里面，那我敢肯定今天 AI 在艺术界就不会成为这么大的话题。大家之所以对 AI 创造的图画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就是因为成果。 AI 生成的画作是惊为天人的好，而如果我们专注于成果，那这的确会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不会在这里告诉你说 AI 生成的艺术永远不会像人创造的艺术那么好，我也不会在这边跟你争辩说 AI 的画作不能创造感情或是艺术价值，因为说老实话，我自己觉得是观众在欣赏一个画作的时候自己萌发了自己的情感，而一件艺术品是否有价值其实也都是我们人自己来定的。所以严格说起来， AI 确实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比如说很多人在使用的这个 Midjourney AI 系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艺术家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创作出数以千计的艺术风格和作品。但是我们回到刚刚说的，如果 AI 生成的画作很难看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关心。所以这个争论的前提是画作的成果。所以如果我们把成果这个环节给拿掉的话，那么 AI 生成的画和真人画出来的画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是过程。那作为一名画家， AI 对我作画的过程并没有什么威胁，因为 AI 虽然可以产出比我更好的画作，但是它不能给我创造艺术的体验。那身为一个画水彩的人来说，艺术至少有一半是对过程的体验，成果只是一部分。那我在这边并没有要贬低优秀画作的重要性，这个世界上来说，优秀的画作对世界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想要赏心悦目，我们都想要好的成果。那我们不想要买劣质的产品，我们不喜欢看烂电影，不喜欢玩烂游戏。如果我们愿意在艺术品上花钱，我们就会希望可以买到最值得的一件艺术品。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不想只重视结果。我选择画水彩是因为我很喜欢，很享受作画的过程和体验。我所有的这些画不是只有一幅一幅的图画，它们是我作画体验和故事的记录。当我试着去寻找适合的颜色并且调出来，当我作画的前中后分析和研究大自然的景物的时候，我在画的时候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笔触，我在画的过程当中必须克服的挣扎和错误，或者是我在画任何的人事物所感受到的回忆还有情感，甚至是翻车那种很不甘心的时候，那种感觉都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体验。那如果我用 AI 来创作，我基本上就几乎不会得到这些体验。所以确实 AI 可以生成很优秀的作品，它可以创造出比我的画更漂亮的作品，但是它永远没有办法取代创造艺术的体验和乐趣。那一位画家去体验这些过程就是艺术的美，这是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所以我在这里鼓励你专注于创作的过程和体验，而不仅仅是结果。那虽然我们也会努力完成更好的画作，但是在你热爱的事情上面经历成长和进步，也是只有你自己能够体验的。在艺术的这个旅途中，任何的喜悦甚至挫败感都是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这个也许是我们应该看重的。或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太执着于结果，而忽略了过程的重要性和享受。有趣的是，很多人都会做视频分享他们的旅行和生活经历，甚至是玩游戏的时候做直播，这些都是过程。那结果到了艺术的时候，好像反而成果变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去 Instagram， 你去艺术家的网站、美术馆或者是画廊，这些地方几乎都是在展示结果。我甚至可以说，画展和艺术比赛也是专注在结果的一项活动。那我不是说画展或是比赛不好，他们在艺术界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有适度的比赛可以帮助艺术家更有动力，能够画得更好。但是这些只是艺术的一小部分。我认为欣赏艺术的人应该也会懂得去欣赏艺术创作的过程。我在台湾的见面会的时候卖出了几幅画，那几乎所有售出的画作都是我在网络分享绘画过程的画作。这表明许多人其实是重视创作过程的。而对于那些只在乎结果，买画只是为了装饰的人，他们可能也只会从 IKEA 或是网络上某个地方购买艺术海报或印刷。那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是在做艺术的，你没有必要去迎合每一个人的喜好。那作为一名从事电子游戏工作的数位艺术家， AI 的确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对制作商品非常的有帮助。我其实也有一些概念设计的朋友已经在使用 AI 在他们的工作流程里面。或许的确有一天 AI 会替代很多艺术家的工作，但是我在这里也没有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不认为我有这么聪明可以想出什么解决方案。我只是认为我们与其试着和这个科技来竞争，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科技不能够带给我们什么。那我认为或许在想那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作为人类艺术家的定位。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 AI 的想法。那我知道可能对整个趋势的走向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希望能够给你一些不同的看法，那给你一些希望和鼓励。我想下次我可以分享我自己作画的原因。在今年暑假旅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期待在我们下一次的咖啡闲聊中与你分享。那希望你一切都好，都平安，都开心。我是睡在咖啡厅的 Eric， 我们下次再见了。